Ready go！ 刮刮乐，乐乐刮，乐乐爱刮，刮刮乐。欢迎收看今天的乐刮日常，我是乐乐。好，大家中国体育代表，20面值中国红，来，我们继续挑战啊！这本看一下票号309888，309888啊，也是38的报的号啊。红运开来，这个奖项比较多，我们直接走代码 GQZ 这张没有。这个 BOX 这张也 pass 啊。GSN 这个直接一张200的奖啊，31、30、34、30，然后还有一个23、20、31、34，还有06号，其他的又没了吧。这是一共是200元，200套。来继续下一个 WG 这张没有，KBR 没有，这个是 CLZ 也是没有， KSZ 没有中奖，这个 EXO 还是没有， SFL 没有中，这个 ELU 一个30，11号中了一个30，这样累计230元。23FOX 230，这边加一个20，累计250元。250KBT 也是没有中啊。250WOE LOX EFQ 这是一个20，生命器中20，放在250，累计270元。这个 KSD 没有中，这个 ATN 也是没有，这个 EFQ 一个20的奖，来看一下是在16号，270+20，290 GQZ 290，这一个是 EIR。290再加一个20，310元，310。WIE 这张还是没有中奖，310这一个 GXQ， 310这是 WEN， 310再加20，这一个累计反正330。330再来一个20，16号，330+20，350，这一张是 AIT 还是没有中，350这一个 ENY 没有奖，350这一张 LAT 啊，最后一张也是没中。能见到这个中国红啊，20面值的票啊，累计返奖一共是350元，没有报奖，600一包啊，报的号也是没有报，38的报的号。翻奖350啊，一个基本奖。好的，来我们下一本啊，继续挑战。公益彩票，乐善人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